运动已暂停，运动已结束。王先生给记者演示之后表示，莫比健身告诉他7月15日有216秒踏频保持在 31.1 的异常数据，根据现场演示很难达到，所以他觉得对方发来的异常数据有问题，而且他自己的运动手表记录的心率也是波动的。他这个东西呢，就是一个惯性嘛，你想保持踏频一致，你踩下去的一瞬间它肯定是有惯性的，你回上来的时候你肯定是慢的，他这些要求其实也就很苛刻嘛，很苛刻，你想保持踏频一致。所以刚才踩出来的数据其实也是就上下，对，有上下波动的，就我还是特意的有意的去控制它的。